这个频道是讲关于水晶的实用资讯，如果大家想运用水晶运用得有效有针对性不撞板，大家记得 like 我们 subscribe 分享，就不会错过每一集的精彩内容了。好，首先咧讲下第一款咧，大家都唔会陌生咧嘅草莓精啦，又或者咧有时我哋喺出边见到嘅士多啤梨精啦。嗱，因为佢哋呢两种咧都系可以用呢个日光法啊、流水法啊，即系话用水浸都可以嘅，系啦。咁反而咧就唔好咧用呢个咧海盐啦，因为海盐咧会破坏咗本身晶体嗰个结构，同埋会令到颜色咧会慢慢咧变浅噶。咁所以大家如果咧攞嚟做净化嘅时候咧，要特别注意啦。好，接住落嚟咧，就系轮到咧粉晶啦。嗱，咁啊，粉晶咧，佢嘅硬度大约有七啦。咁而佢嘅净化方法咧，通常离不开咧，就系海盐啦。佢可以用矿泉水啦，甚至乎系可以用呢一个香薰啊、烟熏嘅方法嘅。系啦，咁唯独是咧粉晶咧，千万不要暴晒，因为暴晒咧会破坏本身粉晶嗰个结构噶，同埋咧会影响到佢嗰个咧颜色咧容易变浅噶。咁所以包括咧连咧粉晶嘅水晶球咧，亦都系一样嘅，咁大家咧喺呢一方面咧都要注意一下㗎。